即将要进场的是由陈维文老师所带领的三年七班。三年七班是充满活力的班级，参与任何活动都会全力以赴，靠我们帅气的班服 Seven Up， 靠我们认真的眼神，用最努力的一步踏下最美的足印，用汗水写下属于我们的回忆。三年七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马上要进场的是由叶长青老师所带。